们的，还有这个贴纸哎，你懂得哈、哦？还有红包袋很多，还有量力而为哈、啊。你要是拿不动人，不要提太多啊哈。
原来加入网球场，网球也是蛮强的，在县里面比赛都拿到第一名了。哦，新店。哦，今天不在厨艺室，你今年都做完不如。哦，哎呀，哈哈哈哈哈。今天还特别打牌来。那是新本移民没有？对吧？这边的民。借跟资源有关系。嗨，王老板你好，我们是北美客协的所有的成员哈，拜托率领，哎，都是我们的旅美的阿达人哦，请直接都在 M 六旁边哦，把我们送的小旗过来，来拜托哈，拜托。感谢哈，要得做好一份证来。好，辛苦哈，辛苦。哎，感谢，没问题。好，新年快乐。好，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哈，还有变变明星，祝大家开卡开门哈，还有开门到海外台商，极力支持一号蔡英文一号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七号立委彭坚富亲自美国回来的北美客协，由李长吉医师带队，还有结合台湾的客社，台北人哈沙，听话的人参加，拜托你1月14号听说台湾蔡英文一号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请好行脚步，拜托各位，咱请大家，咱请上台。
你要什么？他要红包袋。来，红包袋。来，红包袋给你。旗子，旗子，红包袋。不要，旗子不要。好，红包袋给了。红包袋，红包袋，谢谢谢谢。要买卖发展台湾的经济，我们台湾有钱人，然后一般平民百姓，大家做的中央爱有钱，唔好讲贫富无平均，无平均。台湾系个人民青春的客家歌诶，所以咧摆总统选举的时间，向大家展现健康餐饮馆。但是下一关，我们个马英九继续来做总统，台湾做本票在党的同志，台湾不可能会落台。请大家支持咱现在共产党主席的蔡英文，很重的国和咱五年的马英九继续做总统，请大家支持健康蔡英文。你到底向大家支持健康的唐良师，反正我只要做过一番毕业，只有经验，只要做过行政院客家毕业，一个工作员，一个在行政那个完了做，他说在现在的做一番毕业。在旁边做的兵，在那边的他家的大兵，现在在他的支持，前方的唐家都快往那个了。班长好，班长好，唐家好，唐家好。台湾需要你。班长好。现在被指出和他家国中施工加逼，支持蔡英文跟苏建团，得到那边省行的他家稳带套。拜托台长，随便拜总统选举的时间，我支持一号蔡英文。拜托拜托，一号蔡英文，你是亲有能力、亲强的。如果亲有 TV， 你要叫在讲，要把我整治和那个利益和共产党的主权。向台长们支持一号蔡英文，一号蔡英文，台湾第一代总统蔡英文。同时，也拜托台长，随便拜立法委员选举的时间。为支持七号的潘天富，潘天富是按客家字体，他要做过立法委员，他要做过行政院的政务，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的副主委，无论是民意机关也是行政厅呢，他都亲有经验，请大家们支持，晓得做事，上网做事的七号潘天富。我看到。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们现在由这个哈，从北美哈，还有巴西、微博的哈台侨，也是我们客家的乡亲，从海外哈专程回来帮我们哈台湾第一女总统加油，希望我们哈龙台的乡亲也一起来帮小兵，我们客家妹小兵加油，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共同来改变台湾的命运。总统一号蔡英文，立委七号彭天富，拜托各位，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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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来拜托，年月十四路，建立首都的城市票，最少做一票。全体来支持台湾第一女总统蔡英文，立法委员请支持，当地需要同学的帮助。我点赞，敲敲敲，三个女侠叫姑娘，点这方面比较合理，等不一样，能天赋，希望大家。中台有一
消是失事表示通知表，这个地区还没成为他企业的主头产业中，这三部电产地区进口发电股采收采收。各位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现在我们立法委员登记七第七号彭天富现在已经来到现场，来向我们的龙潭乡亲拜托，恳请一月五十四号集中我们的选票支持最优秀、有能力、有魄力，也是最认真的立法委员彭天富，拜托你的一票，彭天富会感激在心。支持七号彭天富，彭天富他是我们客家的子弟，希望我们集中选票支持七号彭天富，拜托拜托，感谢感谢。掌声欢迎。现在还是北美居委吼，同乡会来这里的啊，那个相互委员啊，来一起来来啊，我们团队干部好在一起，也不说。他一哭一哭，回家而哭，或者开口做你们的英雄啊！老大爷，今天天气又寒天风，一回那个水土不足，其实我就太大的快乐。台湾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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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加大家踊跃来表态。现在不要出来了。
候选人，支持有能力的候选人。新的未来，给东方一个未来，拜托你，不要让黑心家族来垄断农场，不要让粉碎政商的人来教坏小孩，拜托你，给东方一次的改变的机会，好不好？给孩子一个幸福的未来，好不好？从今部分人在这边一步一脚印，恳求各位乡亲长辈，我们拜托你，和我们一起来改变，抢救红天部，就是抢救龙潭的未来，抢救正派的力量。拜托你，全力来抢救，全力来支持，集中选票，一号红天部，拜托，拜托。是咱上第一百年信任的好日子，因为苏先生推动的这个转变，那一百七十年的天赋，咱这里来摆出进步，把咱大家都领悟了。苏先生带来的，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必须要跟上，就这么努力，上一百万。那左内的话哈，可以到啊车上去坐哈，坐哈。如果啊真的走不动啊，很累了哈，就可以到我们站车啊，或是我们有车辆的话，可以到车辆坐。现在由我们北美客协，还有我们来自南美洲的巴拉圭的客家朋友们。一步一脚印来到龙潭，拜托各位龙潭的乡亲，我们给龙潭一个改变的机会，好不好？是龙潭的两位吗？红天部本人，现在由我们北美客协、南美洲、巴拉圭的朋友们都回到龙潭，来到跟各位乡亲长辈，拜托你抢救龙潭，唯一支持七号的红天部。七号的红天部，红天部本人现在由我们北美洲的客家协会、南美洲巴拉圭的客家协会都回到龙潭来跟各位大家打招呼。七号红天部，拜托拜托。欢迎各位红天部，红天部本人一步一脚印来到各位乡亲长辈的面前，拜托你，拜托你，还是来支持我们的，拜托你。一步一脚印来到各位乡亲长辈的面前，给孩子一个未来，好不好？给同天部一次机会，快来啊！不要让政策家族来垄断房产，拜托各位乡亲抢救客家人，拜托拜托。我们现在中年失业，年轻的一小时，房价这么高，我们都买不起。现在来到现场来向各位乡亲拜托，也是由我们北美客家啊，第一号的红天部，就像 7-11 一样，24小时为大家服务。红天部的人，现在由我们北美客协、南美客协的陪同之下，阿伯阿姨好，我们候选人红天部哈，现在亲自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拜托啊，那就请支持。拜托拜托，不要让黑心家族，不要让政客家族来垄断房地产。
我们一起来抢救龙盘。红天不管人，现在由北美科学、南美科学的朋友陪同一下，来到各位乡亲长辈的面前，抢救胜派，抢救七号的红天部。红天不管人，一步一脚印，挨家挨户，来到各位乡亲长辈的面前，恳求你，拜托你，我们不要改变，我们不要让恐吓电商的坏人来教坏小孩。委员，收集第七号民进党唯一提名真刀洪天富，洪天富本人在这里再一次来我们贵府门前挨家挨户，要来恳求，来哀求，来恳求，我来拜托各位乡亲父老，再一次给洪天富机会，再一次给洪天富机会，拜托拜托。我们这个警察团长来了。对你们的年轻人哦，才有未来的，才有希望。我们一响彻，需要的洪天富，洪天富本人一步一脚印来到各位乡亲长辈的面前，拜托你给正大一次，正大的力量，保住正大的利益，给正大的利益。到前面。到前面。感谢弃马保台，我们子孙才有好未来，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七号横天部，我们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好，空旷一点哈，我们到前面一点哈，我们到空旷的地方，好，到战车那个位置，动身，横天部动身，蔡英文动身，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前面有一些可以蹲在前面没关系，好，有一些比较那个可以蹲到前面哈。好，来，好，多站哈，多站比较挤一点没关系哈，站挤一点没关系。我喊一二三哈，一二三，来站一站，好，站一站哈，来，好，大家好，看前面哈。一二，好，然后看这里，看这里，好，来，好，来，好，来，好，一二三，好，那我们也预祝我们的哈横天富立法委员能够在一月十四号哈能够高票当选，重返我们的立法院哈。那我们再喊一下口号哈，横天富，同县，横天富，同县，横天富，同县。好，感谢哈，感谢感谢哈，那希望我们哈这个我们的彭立伟哈能够继续努力哈，能够哈再重返我们的立法院哈，好，加油哈，谢谢谢谢，感谢大家，什么什么，大家辛苦，谢谢啊，谢谢谢谢，不会有机会的，什么啊，上上，谢谢啊，谢谢，那差了吧？
乔委员他明天就不跟我们，给天公你是某天天的你的啦哈。哎，大家我们先谢谢，明天不跟的有谁呀、啊？明天还有谁不来？明天不能来吗？乔念，翘班的啦。翘班的是谁？哦，你陈医师也不来啦。早上一样八点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